沈佳宜。在我看起来，沈佳宜只是比一般女生还要再漂亮一点点而已。虽然沈佳宜国中已经跟我同班了三年，但好学生跟坏学生之间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有任何的改变。你会喜欢作怪，就是每天都跑到女主管室，做你自己就好。Since 18 hours ago, your green eyes and freckles and your smil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making me feel like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, you better know, you better now.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, you better know. 我瞧不起的，不是成绩不好，我瞧不起的是一个明明自己不努力念书，却只会瞧不起用功念书的人。你说我烦，所以会念书的人很厉害呀。你爸爸听说你在念书啊？他是念看吗？你不干你的事啊？怎么现在那么用功读书？人生本来就很多事是不要用功的、啊。真的很喜欢学大人讲道理，像这样子，认真一些。林佳颖，上大学以后，不要太快让别的男生追到你，我懂。他说什么？我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。不要，请让我继续喜欢你。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我自己是个超有自信的人，但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在喜欢的女孩面前，我是个胆小鬼。你真的很幼稚。对啊，你真幼稚，那最终努力用功读书的女生。我这幼稚，他把你追那么久，那你就不要追了。